之骄傲的轮胎第一品牌，英雄轮胎。英雄轮胎展现极致时尚的优雅，完美呈现轮胎全方位设计概念 TTIC， 展现出动感未来的气息，完全满足驾驶者所有期望，并在洗练中展现隐隐锋芒。英雄轮胎创造出革命性轮胎技术，全新环带层结构设计，强化胎体与胎圈设计，并以驾驶者的思考模式主动做出反应，大幅提高耐磨性能，提供最优良的操控能力。1997年，台湾泰丰集团与中国大陆江西省南昌市投入卡车用斜胶胎、轿车用子午胎的生产。1998年推出英雄轮胎，以超值的产品特色，并导入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品保验证架构，迅速内销全中国大陆，拓展了中国市场的行销版图。英雄轮胎从模具设计开始，到生产线的流程，再微小的细节都必须经由众多专业工程师的反复测试与调整，并以全新开发之各种品管科技多重检测，计算出完美的平衡系数，构成严密完备的行车安全机制。我们希望人们眼中的英雄轮胎不只是顶级轮胎的代表，更是拥抱安全、完美生活的指标。英雄轮胎不断超越自我，荣获中国 CCCS、荷兰 E-Mark 认证、TS16949、中东海湾 GCC、科威特 COC 认证、ISO9001、巴西 Inmetro 认证。肯定是英雄轮胎永续经营的起点。展望未来，英雄轮胎的团队将以高度的热忱、灵活弹性的生产、多元化的行销、迅速反映顾客需求、及时供应国内外各大汽车厂最优质的轮胎，架构出遍及五大洲的完整行销通路，并秉持不断创新的精神，让英雄轮胎成为中国人为之骄傲的轮胎第一品牌。